我记得刚就是刚上市的时候哈、啊，这个 Mate 30 Pro， 上市是6000多哈、啊，6000到7000多这样子，现在哈、啊、2000来块就可以入手了哈、啊。虽然这款机型已经上市好几年了，不过到现在依然它的这个反应速度还是挺快的，在拍照效果方面到现在还是很出色。它最高支持30倍的变焦，我们可以拉到最大的啊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对面这个字体啊，非常的清晰。这家档口刚到了几台Full4大折叠，然后呢，他叫我过来拿，然后有一台呢是台版的哈，非常的便宜，它跟国行是一模一样的，就是说在使用方面、功能方面是没有任何区别的，也支持 MFC 功能，而且呢性价比很高，比国行的便宜5-6。这个台版的Full4 12+512G 的这家档口呢，它出的是6350。如果说你要性价比高的话，那么建议你入手台版的，这个比较划算。这是帮北京的一个粉丝采购的三星 Fold4 欧版双卡的，他要原粉金哈、啊，好久之前呢，几个月之前就一直说要买一个这样的折叠屏了，今天终于入手了，纯原装，气密都是非常完好的，这个颜色原粉金真的是太漂亮了，我觉得男的女的都是比较适合用。这款机型现在已经掉价了哈、啊，如果是小花的话，不到6000就可以了。